讲到性能街车，许多人脑中出现的会是 Yamaha 的 NT10， 但总是有些车款容易被人忽略。我们今天要介绍这辆车呢，正是来自意大利的热血品牌 Aprilia 旗下的凶恶街车 Tuono V4 1100 Factory。承袭 RS V4 的利落线条、立体的镂空设计、收短的车尾，让 Tuono 除了传达浓郁的意式热血主义，更创造紧实刁钻的车辆气势。一具源自当家 V4 跑车修改而来的动力心脏，不但将排气量提升至 1077cc， 轻量达400克的全新活塞连杆，创造出比上代多5匹的最大马力，因此8000转以前的中转速域更压榨出多达20匹的动力，让这代 Tuono 低转表现更是狂野激情。智慧的第三代 APRC 电子控制系统，拥有可针对车辆状态及时微调的八段循迹设定，可预防倾角过度开油时的后轮滑动，搭配三段可调 Bosch 9MP ABS 系统，重刹车时也不用担心车尾会有过度浮举的状况发生。具备运动、赛道、竞赛三种骑乘动力模式，升档快排与 ALC 弹射起步系统，创造出更高的热血性格。顶规的 Tuono V4 1100 Factory 搭载全功能可调的前后 Ohlins 悬吊，前320浮动碟搭配 Brembo 辐射式卡钳，后则又上220单碟与 Brembo 双向活塞卡钳，这样的制动与悬吊配置，可看出 Aprilia 试图打造出极致动态表现的野心。来电控大战开打，许多日系新车纷纷搭载循迹可调动力模式，甚至快排推出，但这些配备在2012年 Tuono 身上其实早已出现。而今天我们手上这辆2016年 Tuono Factory， 不但拥有完善的电子控制系统，与现今日系车款所搭载的等级相比，可说是更强大、更先进。Tuono Factory 它的坐姿几乎跟 RS V4 RF 其实相当，虽然它的手把的高度比较高，但是整体的夹持感跟 RS V4 表现的热血感其实是非常的相似。在极限压弯的情况下呢，手可以轻松的靠在油箱上，椅垫的设置呢偏硬，但整体传达的竞技感受依然是相当的强烈。
现在我们进到大鹏湾的最后一弯，那我们来试试看它的刹车。刹车可能还在磨合阶段，所以表现的还不算太利落，但整体车身的稳定性感觉非常好。我们先进到一号弯、二号弯。在这种处理这种高速弯道时 ，Tuner 表现还是依然相当稳定。我可以很大力的切入三号弯，车身动态表现是非常稳定的。刁钻的五号弯，与 SD4 相同的短轴距，造就出非常灵活的骑乘感。现在我们进到七号弯，也看得出来这辆车其实跟 SV4 一样，很轻松的就可以把车子压进弯中，线路也不容易跑开。我们准备切到绕八的路段，一个连续的左弯。使用赛道模式下，油门的控制有些不容易，整体的表现变得非常的敏感，非常的有力，也看得出来这辆车其实跟 SV4 一样，相当的凶狠。因为当我油只要稍开一点的时候，它很容易就把车子带出去。现在我们准备进直道，来试试看它的尾速能到多少。算短的直道中 ，Tuner 飞驰很轻松，可以达到时速200公里的速度，也看出这颗 V4 引擎的表现，其实相当的狂暴。当我在将转速拉到红线的时候呢，前轮很容易就产生浮举的感觉，它在赛道中表现几乎和一般的顶级跑车相当。是一辆相当有竞争力的性能街车。去年 ISV4F 在市场推出特惠方案后，成为骑士们的关注焦点，也让大家对 Aprilia 产品有更深的了解。跑车虽然激情，但长时间的骑乘依旧会成为骑士的负担。此时，拥有与 SV4RF 相同热血性格与高档配备的 Tuner Factory， 正是一个激情与通勤兼具的完美方案。